最佳的洗发厂，那因为它是专业沙龙级的，那它来自于美国，一般商店买不到。专业沙龙买得到，跟百货专柜现在有了。最主要是它的成分很特别，它用了12种不同植物的果实，去制造成果油，之后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最重要的两个就是摩格坚果油跟夏威夷果油，它就是用这个果油呢，其实让你在洗发的时候可以，第一个它可以让你的头皮的油脂，你刚刚说的 pH 值可以平衡，而且它可以让你的染头发的头发呢的条件变得更有光泽，更有弹性哦。它的这个玛卡奇基油是推荐你，这个是轻柔的，就针对你的头皮。那因为它有不同条件，比如说有粗硬发的、细软发的、受损发的都可以用。你可以去它的，它是针对染后的哦，真的吗？它是针对染后用的，所以染后刚好，而且它非常好起泡，洗完头发会非常非常的蓬松。就推荐给大家。好哎，是我们今天来找的是女人我最大赏专柜最佳洗发赏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洗发精。我就是产后嘛，我不想要那种，你知道我们好久不能染发了，所以我一生完一做完月子，我就立刻去漂发。所以你看到其实我很干。对呀，真的。然后好像稻草。对，我想要，然后又是这个颜色，它就渐渐变浅了。所以你可以解救我，让我立刻像仙女一样吗？像你这种发质的问题，你一定要用这一瓶在你后面。对，这一瓶。洗发精哪里？这一瓶，对，这个哪一个？轻柔发浴，怎么说？这个品牌他们用的都是那个像是摩洛哥坚果油，还有夏威夷坚果油，各种的这种油类呢，来让你的头发呢，从你的这个发质的本身去做改变，是，对，比如说它富含了氨基酸，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修护你的头发。重点是，这个头发呢，洗完它还会蓬松，蓬松，这很重要，很重要，我用产后会入发。发量会变少，对，而且你知道啊，如果你让头发扁塌，看起来就老。这一瓶还有完美的护色配方，所以呢，所以染发漂发也可以，它可以让你的发色维持的比较漂亮，比较久，不会说哇洗一洗哇颜色暗淡或者是消失。然后我们来闻闻看天然的味道，坚果油的味道，闻，巧克力的味道，哎，可能可以加吐司了，甜甜的。对，好舒服哦。所以我觉得这种天然的产品在你的洗护上面呢，可以发挥最好的效果，让你可以每天都有飘逸又蓬松的头发，这一头秀发就可以吸引更多人的目光。是，恭喜你的变黄后，是的，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好，就从洗发做起啊。送我是不是，给你闻一下，给你。但这个还有，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啦，有机会可以来这边逛逛。好，对，谢谢老师。